他现在是插头状态，他说他在充电。我说没有动吧？没有吧？一点的，一点都没有动。会的，主要是左右的动。对啊，每次脸颊啊，那时候四股脸颊，脸颊都颊。那也要看风，昨天的风比较强，今天的风没那么强。后面有雾雾的太阳。好太阳。嗯。对，就是。我昨天包包被卡在后面，我有吓一跳，出不来我就卡在椅子上，下不了车。哦，刚好卡住。饮料瓶吧，可能坐的时候挤到后面去。我后来干脆有个习惯，就是坐的时候右边先拉一下，然后把背包歪到身体旁边，然后背后就可以靠住了。我现在没用这个方法，所以我现在挤在上面。不过我们今天都是坐缆车，所以我们可能今天都放在旁边就好了。对，要下车再我们用不着，我们不会滑去那个。对啊，有啦，我们只有吃完午餐会坐一次吸管那个。还有就是，假如三点之后觉得还是不甘愿要一直滑的话，3:45以后就是坐那个缆车了。然后东莞的开到3:30。缆车、哦，我知道，这个3:15，那个要3:30，然后 lift 4:00。不用卡最后。然后我有看那个狮子开门的时间是11:00，所以11:00就要吃了。11:00就可以吃了，可以趁人少的时候，而且我们八成也快要饿了。我的在录吗？有啊。2:15，我要转一转，我刚刚有转，也用不着紧啊。有啊，就是转一下。没有，我手很暖，可惜就是它不能拍照了，用一点就坏了，真难。就只有，吹大风的时候，哦，很冷，没办法啦。但是说真的，触控手套就算在它有功能的状态下，也是难用。口袋都关好的，屁股好像有昨天的垃圾。你感觉到了？我没有感觉，只是觉得印象中好像忘记丢了。哦，缆车站，然后很近。现在算有太阳了，微微的树冰，拍个2张吧。有太阳的状况下。
雪径上面，上面都雾雾的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是蒸汽耶、欸。我说我的雪径的上面都雾雾的。飞鸭雪黑线，嗯 ，Super Giant 的吗？对啊，欸，所以我们滑的奥林匹克是鸭雪过的黑线，所以今天想要体验松松的话。这样子可以一个，然后那个右边也有一条飞鸭雪。还有七号的边边那边，我们也有看过，不过不知道坡度够不够。好，今天一定要进去滚。我觉得我雪镜的画面糊糊的、欸，不是雾哦、喔，是被我抹的那个。不知道就看起来很奇怪。表示我直接防雾的那个还在。但是搞得很不清楚哎、欸。有一点。嗯。但是我舍不得把它抹的光光。但是这样很不清楚啊。到极限了，它快要掉了。其实已经，你也不少。大比较好走。
点啦、啊、你要拍照的话什么都没拍一张记录一下吗、哦、但是我手大要脱两层好麻烦、什么都没有就要记录一下啊，每天看着同样的风景，但是是什么都没有的。哈喽，旁边很松，还踩不过去。哎呦，哎呀，手机要掉了。今天没有办法拍，没有线了，过不去。好。手套会冷吗？还好。我现在戴两层，所以我不会冷，所以我不知道戴一层会不会冷。戴一层没有紧抓住任何东西的话是不会冷。但是我戴两层，就算我紧抓也不会冷。我待会要坐缆车的时候，你可以帮我弄一下储物吗？好啊。我眼睛右眼真的是糊的，看不清楚，很难过。
个卡都自己倒的。就是这个是烤的，可能会烧焦。烤的吗？是啊，牙皮的是烤的哎、欸。还好吧，都比炸的好。嗯。啊？卡路比也是烤的吗？哦，那就两个是 VIP 啊。不，卡路比不知道是不是烤的。
是要好的，要擦干净才能看那个。变成水擦掉了。你也，不用不用，我的角度今天我也只能这么大了。你要我也怎样？我本来想说两个人都说，但发现不需要。你拍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把我拍得很胖。我看一下，我跟你拍的差别在哪？我拍你没有很胖，但是你把我拍得很胖。你有说吧？我没有说。说什么？说到边边。你拍的我的比较小，我就直接拍了。我想说有广角就没有说到边边。那你再帮我拍一张。好。快点，我要下车了。还早，还早。不然有什么都可以帮我拍很胖，可恶。到底是快到了。不要很胖哦。我想说上下瞧一瞧，看有没有差别。嗯，这样有比较小一点。我只剩下眼睛了。我似乎听到有别人在叽叽叫。带两
车几号？是我先说这个吗？他号码又没有进去。没有，就是那好像是三十。你是说是你看到的同一个？对，是不是人家看到的？不知道呢。他就除了 Coco 影，还有放信州，信州这个绿绿熊，这个绿绿熊。我不知道这个。这里也有它，可爱。信州苹果。我的口罩已经湿了，今天蒸汽很大。我的镜面上是水啦，为什么全部都是点点？是水啊，是的，外侧。为什么都是水？因为我刚为了把内侧擦干净，我用手把它融化。让我看不清楚。啊？为什么？抹一抹就好了。单脚站着滑，我还是做不到单脚站着滑。连很熟悉的坡度我也有困难。可以把速度再弄得更慢。
很错了。我之前抬腿可能都想要整个这样整个搬起来，而且脚是直的搬，所以很难搬。后来我发现不对啊，弯脚就好了。没有，你可以做到弯脚，你的重心就非常的正确。对啊，弯脚就好了。不是，我之前都想整只抬起来，所以我想要整只抬脚，不是弯的，我要这样抬，很难抬。哈，弯脚抬就好了。是平整的状态。对。对，但是你不懂，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？没关系，我说一个自己的领悟。总之，我之前的抬腿都是想要这样整只翻起来，脚尽量不弯，就整只翻起来，所以我觉得很难翻。嗯。但是后来刚刚想到弯脚就好了，我那就很简单。就是啊。就是。弯脚，它跟平的有什么差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是整个几乎，不是不是，几乎我是要整只翻起来，所以我而且你要这样把脚踢开这样子。啊，你现在先弯脚。弯脚。然后把它抬平。抬平。不行，这样比较累啊。对啊，因为抬平你要多花。所以我就跟你说，我平常都是想抬平。用不到抬平。好，后来我刚刚想，那其实要你稍微离地就可以了，不是要你。训练左手，不能让左手都在打混，左手是没有办法单手拿，让他练习，因为我都右手酸很久了。不行，左手不行，更要练，左手也要变强壮。脚都在膝盖，那我
我经常抬脚都错了，难怪已经很难抬。原来是这样。你没有觉得我刚抬的比较好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因为我换弯脚啊，我之前都整只想要抬起来很难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抬脚的时候的感觉，那个时候可以去感觉踩住的那一只脚，你可以让它更重，也可以让它更轻。更重的话，就是你的重心更过去一点，它就会更重。然后那个时候刹车力道会比较强，更轻。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脚踝可以稍微转动，更重一点，并且转过来一点，就会减速的更多。然后更极端一点，其实这样可以刹停，单脚可以刹停。我平常两脚要刹停都有困难。重心对的时候，其实是用一只脚刹停的，另外一只脚只是微微的踩着。但是我们两个都有一种倾向，就是两只脚刹嘛，好像比较好。然后身体会稍微朝上倒，然后刹完之后，一个不稳的话可能会飘。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在控制啊，好像刹的差不多，歪回来。然后如果是上次跟团体课的话，我们最后一个上课团体课，我比你多一次嘛，我有中奖一次嘛，然后再上一次哦，该不会就是 Jason 在？Cortina 那一次、啊，那就是2018。今天早上出回顾，因为是1月8号去的。对啊，因为那是最后一次上课。那我在多上的课，其实全部都是重心调度课，他把全部不同的练习法，就一直教一直教。还有一个方法是，好像比较简单的，就是我刚不是说左右豆腐吗？你就一样滑你平常习惯的 S。但是。一直左右豆腐，一直左右豆腐。你说比较平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平的开始练，然后到陡的状况下也可以一直左右豆腐。怎么会需要豆腐啊？你不就是在举？就是轮流抬的意思，就是说，如果是用上半身这样倾斜的话，会做不到这件事。但是如果只是重心正常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两只脚都可以当重心脚。上次说最厉害的就是教练的话，他就有办法用山上那只脚，只用山上那只脚单脚滑。我们还用不着练成那样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。然后另外还有小转的，他就是教在缓坡上转弯，然后换另外一个转跳，就叫我们跳。对啊。还有就是把两个棒棒放在膝盖后面，手这样抓着。转弯的时候蹲，蹲，然后站起来，换另外一边蹲，站起来，就全部都是一样的方法。然后要诀还是只有一个，重心要对。或者是 Jason 的那一刀也可以，捶肚子，嘿，然后你就说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嘿。看到一根头发，在镜片上还在。切去东莞的路你会更慢、欸、什么意思？你会推不过去。你要让我，你先冲啊，3号转了、
而且还有一个练习我们可以做的，就是等一下从山顶到山顶，一路都不用弯，直冲。待会吗？对。太快了。不会太快，那在快到平的地方，速度会变慢的非常明显。嗯。因为它这一路过去的坡度都是陡一阵缓一阵，陡一阵缓一阵。嗯，好像快不到哪。
知道。
哪里可以滑？稍微往右一点就可以了，往右一点启动，然后接着再用那个速度一直持续滑滑滑，从这里往那边右边滑，这样。我看一下，记得辅助一点加速的。啊？我的速度大概只够自己用。我有在推啊，这雪太多了，受不了，脚好酸。要停在最后越近的地方，累，脚累，好累。
开始是在这里看到的。水别炸了。对啊。嗯？拉下来会比较不雾吗？啊？拉下来会比较不雾吗？怎么拉下来？哦，我就是闭眼，这个时候的呼气一直进眼罩。我那个又都油油的。是油油的，是啊。看起来油油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均匀吗？没有到均匀，均匀我觉得就被我擦光了，这样比较厚，比之前厚。我看我下次我弄的时候就喷一下就好了，喷一下抹完，一直抹一直抹就不会那么厚了。嗯，我就想要喷两下。
压雪粉，你相信吗？被人家滑走了。好像很厚哦，好像很厚哦。他觉得中间不够，他还要钻进那里面。中间的已经被人敲过了。然后等一下滑这道。哦，也很厚哦。很厚没关系啊，这个坡度我们很习惯啊。啊，万一害怕就冲出来就好了。这边这一块，然后大概到快接近下面的时候回去。因为我猜下半部的坡度不够，会冲不动。好，你带路啦，我跟着就对了。那就是这里切过来。哇，里面已经有几滴了。有人跟我一样对那个牌子有兴趣，会想拍个照。而且你看后面都铲平了，拍照区啊。是他的教练帮他拍，是雇我的人。你先走，因为我不认路的。怎么会不认路？我刚刚不知道你要我哪里转弯呢。
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呀，肚子好痛。反正就，你帮我看一下公婆有没有进血，因为我是整个倒下去。你说往前往后倒，就整个这样。哦，有没有进血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对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头后面应该很多血吧？也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背包有。还在那喝脚滑，然后就走。不，就是这个。很深呢、欸。直直下去就好。不要被戳倒。只是你的这个沟全部都是血，这个，对对对，弄一弄。我不会进去了。但应该完全不会痛吧？是，不会。超很厚哎、欸，很厚哎、欸。我怕是等一下去捡血吧。从雪里面出来以后就可以了。很厚，真的很厚，这比二四谷还厚。Thank you.
行欸，我都后倾着滑。超深的。对啊，用不着后倾的，又不前不后。那我转个向。人家玩搜寻是冲啊，我们两个是龟速前进的两个人。我觉得彻底贯彻单脚滑就可以了。哼，对啊，因为这只脚滑就是悬空、啊、放空。啊，卡住了，太厚了，太厚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就是卡住了。哦，卡住了。哎，很累。啊，这个要爬起来就会很累。哎，爬不出啊，爬不出啊。哎，我站起来滑走就好了，可以啊，你不用硬拔起来，但站起来都要力气。没义气的自己往那边去，你跑掉了。你刚刚没义气的自己跑掉了。不是啊，我就直直的、啊。哪有？你不就出去了吗？我出去又回来了。嗯。脚还是好酸哦。
很酸哎、欸。因为你往后坐啊。嗯。剩下这一小段了，下面就变没有了。你不会要叫我最后那段直冲吧？费力，又要摔倒，要爬起来，费力费力。接着就前面就接回去那个红线。好。然后前面的红线的右边也有一块。嗯。吧，这不是吧？小块不要啊，这不要，对，不要，那就直接去东莞吧。怎样？双手往前面一点，屁股往前勾，屁股往后就没有。
这速度是够的啦，没听，还好没听你的，太快了。啊？太快了。太快了。刚体验的是这一块，嗯，然后这一块刚看起来太短，不行，对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一直体验这一块吧。嗯，这是红的旁边的未压血，嗯，我觉得黑的未压血我可能还不行，我们就先玩玩这个吧。嗯，多不练一点，够刺激了。嗯，我的镜片都雾成一团，应该说水成一团。也没有多快，但是就是紧张，也不会冲来冲去。
应是速度太快，然后我想说就插进那个雪，但是我身体还没有自然反应，就是插雪一定会减速。我要拼那一下，我没有拼，就往前扑了。那不就叫惯性吗？是惯性啊，但是顶住的话就会一起慢下来，就是身体会先往后缩，把它顶住。你这双你也有啊，但是你好像都没在用。啊，对啊，
啊。肚子间都在酸痛。哎，出来就好一点。刚刚说的雾雾啊，它是冰一点之后，热的时候不太行。太谨慎了吧！我是大腿很酸的，在慢慢滑。
哦，大腿很酸，超酸的。哦，今天更没人，完全不用打字。有没有能又轻松又可以很舒服的滑的方法啊？很轻松，我现在不轻松哎。不轻松，你轻松哦，我不轻松，我大腿很酸。那就是太后面了。太后面。就是相信踩住的那只脚，另外一只脚可以高高低低、松松或紧紧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啊，会有一波一波的感觉。哎，好，我在换脚踩，你看得出来吗？虽然是直的，但是我在用脚踩来踩去，踩来踩去。我踩来踩去，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被扶起来的感觉。嗯嗯。就坐缆车。还是在大喘气。哦，人类啊。脚滑，因为我觉得会被绊倒，然后就会摔倒。啊？什么？这就会绊倒啊！
十分钟就下来了。我们刚上来好像是10:40，对，是不是？差不多。所以要去吃午饭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到了之后就没有。我刚刚那段滑乱七八糟的，不知道。嗯，因为我完全看不到路。我觉得路有点惨的样子。4800，非会员5800，用5000块进账500万。
上唱起来太厉害了。我觉得他们杰尼斯这样应该就哇赚更多，500万人，他想把网络设备搞好的那个时间，那个串流也是要成本的。对啊，但是问题是他是赚了250亿日币耶，你觉得他花多少亿搞网络就好了？嗯，对不对？那个要够力也是要很多设备。有啊，够力啊，当天没有卡。没有，我是说，而且他还搞线上互动。所以你还上传呢、欸、，service 跟 IT 费可能也非常贵。对啊。
去，差不多。上坡啊，费力气了。
右边嘛？左边。它不会黏住，它会飞走。嗯。但是我们等一下出来就有那个危险，因为我们带着热热的东西。那出来先站在那个中间等一下，或是把篝火先放在外面等一下，让它冷静一点。跟一样的很少，感觉跑去嗯，东莞那条线的人比较多一点。拍一拍，背上带互相拍一拍。有吗？